阿里山地球生产合作社二零二三年冬季羽绒队比赛成绩在日前出炉，在仁义乌花大酒店举行颁奖典礼，由馆长吴正良、立委陈明文、王美惠、合作社理事主席蔡惠英亲自颁奖表扬。乌龙组得奖奖由黄明川夺得，新品种乌龙组得奖奖由阿里山土匪宋国川摕下。冰性指出，新品种的金酸茶发酵稳定度是非常高，真特别的是出现一支过香味的茶，并且是往内香，非常难得。除有清新乌龙，今年大家做茶习惯发酵拢无做甲遮尼重，也是以清甜味为主。发酵香无像以前这么悬。伊哦算冬啊第二大丰收，因为今年咧九月至十月是最雨水足充足，所以咱的茶叶足饱满，所以今年的茶水嘛足甜的，很香甜哈、哦。所以今年多收成差不多加三成，所以是哈咱足丰诶是。足好好收冬的就对吼，哈、哦，咱这农民过一个足好过年。蔡慧英表示，今年冬啊茶算是大丰收，因为九月到十月的雨水充足，收成是加了，大约是三成，嘛好茶叶饱满，茶水香甜，收成好，茶农嘛会使过好年。农产品啊，最重要的是适地适种。啊、所以农产品啊好歹有一个做决定性的条件，就是它长的环境好不好。那我们的茶叶刚好是长在最好的环境，所以我们这边的茶叶基本上，那整个所有的田间管理，包括环境这么好，所以又有好的茶师傅，所以不怪嘉义阿里山的格桑德啊，不管是在国内或国际啊，就享有一定的知名度。那我想这个是经过时间所考验所得到的评价。啊、所以啊、每一冬啊，春啊茶也是冬啊茶啊，咱拢会举行相关的比赛。那我们合作社那冬茶比赛已经出炉，那我们希望啊，所有的消费者那赶快把握时间，因为比赛得一量有限，那所以大家赶快抢购。那但不管是不是比赛得奖的茶，那实际上阿里山的高山茶，那必属精品。那而且这个是经过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大家喝了以后。得到最高的评价、啊、所以我们的茶师傅跟传承也都做得非常好，我们五星茶厂也是全国最多的，所以食安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快抢购我们阿里山的高山茶。馆长王正良表示，嘉义有山茶的优秀地理条件，让高山茶起名国内外，透过最近的高山茶都嘉义以及阿里山茶叶生产合作社这件举办的茶叶竞赛，除了鼓励在地茶农精进做茶技术，让民众品尝到真正的嘉义好茶，也在拓展消费者对嘉义高山茶的品牌信任。世新新闻中心黄龙雄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